15:06的时候，来继续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。您现在所听到的依然是 FM106.7 淮安人民广播电台城市管理频率，正在为您直播我们这一时间段的越来越流行经典音乐时间。我是丹丹。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，接下来呢又是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，双份儿的送出了，那也是继续来为您送出短信平台上的祝福和好听的歌曲。接下来看到的这位朋友。